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秋风啊，我又回来了啊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是朵莱巴这边成功的跟弯弯啊中国 boy 啊汇合了啊，汇合了之后，我们要去找这个母叔啊和这个社长啊。然后按照我对这个游戏的理解呢，当中国 boy 入队之后啊，最好把他先放在队长位上，因为很有可能就在就近的房间里面啊，有什么东西。是要 bug 体质才能拿到的东西啊，经常作者会搞这种小动作的设置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小看这个作者啊，这个作者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呀，居然真的没有东西吗？嘿，我以为这个房间里肯定有能用 bug 穿透的东西呢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走着啊。什么声音？我的天哪，还真有丧尸啊。走了啊，就凭我这位灵魂歌手，对的，弯弯唱歌可以有这个全屏啊，你不要立 flag 好吗？啊 flag 王，你这样立 flag 的话，我们100%会碰到电锯大爷的好吗？啊，你这样说我们出门肯定会碰到电锯大爷了，我操，哇，你这张嘴啊受不了。来，电锯大爷，我们决斗吧。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哈哈哈哈，我就说你那中国 boy 张嘴说话肯定会遇到电锯大爷的呀。哎呀，我们应该把他的嘴封上啊，这样呢我们大家就都安全了啊。这个天生毒奶加 flag 王，受不了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，受不了啊。嘿下嘿下嘿下，再来啊，反手一甩枪，这电锯大爷还挺那个什么的，还挺猛的啊。不准再立 flag。好吧好吧，我闭嘴啊，让他闭嘴本身可能也是一个 flag。 对的啊，电源电源能用吗？已经坏了呀，找到了一个遥控器啊，不要乱按嘛。横在三楼的机关啊关掉了啊。中国 boy 刚刚说如果在路上没有僵尸就谢天谢地了，那肯定是一堆的僵尸啊。我们可能要用这个弯弯的技能了，弯弯有一个杀敌100自损吧，杀敌10000自损8000的技能啊。哎，就是这个小姑娘弯弯的这个技能特别厉害啊，可以伤全屏敌人100点血，但自己全体掉50啊。这个没有特殊情况最好是不要去使用啊，最好不要去使用。我们去找他们，顺便看看这边股票的价格怎么样了。288不要啊，那么贵。火啊，看到没有啊，中国 boy 被咬了，怎么办？中国 boy 要变成丧尸了，我们抛弃他吧啊，抛弃他吧。拿起小枪啊，棒棒，两枪啊，暴击的话就两枪，3 4 5，正常开枪要5枪，还是挺费劲的啊。再来再来，弹药什么都是很齐全啊，基本上不用考虑没弹药的问题。5一个啊，报个击呗，不能给我剩下弹药，真是的。哎，当僵尸还不给人省心啊！看看这边啊，装备没有什么了，血掉的不多，接着走，不急。看看这两货怎么样了？这两货居然不在吗？在的啊！你们在干嘛？哟，你们已经起床了呀？啊，你们啥时候来的呢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起床肯定早啊。是被木爷大喇叭叫醒了？社长，你超神了！我们现在出事了啊！啊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戴着 VR 眼镜玩生化7呢啊，还发现了个小萝莉，嘿嘿啊！要不是五叔拉着我，现在可以跟小萝莉啪啪啪了啊！你想啥呢，市长？你要知道我只有17岁，不要说 R18的内容。那么既然这样情况了，说明了我们看到小萝莉往这边来了，看起来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啊。可是这里的门除了锁上的，我们都看过了，里面一个空都没有，还是说有些门自己会打开？屁股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就找找看吧。对了，我可是有催眠功力的人，如果让敌人催眠的话，他们的攻击力会下降50%。咱可是贼不走空的人，如果让我掉下物品的话，会帮你彻底搜刮干净。当然，已经找过了就没用了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用社长来当这个队长的话，应该会搜刮到额外的战利品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说，作者在真相篇里把每个人的这个技能整的都挺有用的，就是不像之前有些人的技能比较鸡肋啊。
然后这边装备的话把中国豹爷手上的枪卸下来给社长啊，让社长去当队长搜刮，可以搜刮更多的东西嘛啊，然后复武器水果刀啊，装饰品什么都没有。好的啊，这边先存一个道啊，先存一个道啊。床单能搜吗？床单不能搜啊。然后什么也没有啊，你看，哇，好厉害啊，我去啊，社长的专属技能贼不走空，就是屌啊，就是屌啊。你拿快水是就没有额外搜刮了吗？好，走。这个社长是个妹子形象啊，看着我总是有点骚动啊啊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进入那些之类的门，可能就需要中国 boy 的体质了。哎，我们进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哇，来来来，哦吼，宝贝儿。一名死去的女性看起来像研究员啊，有一本笔记要看吗？那、啊、好，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啊。然后这里有闪光啊，拿到了开锁器啊，把这个急救喷雾开出来。这里有张纸，但是不能看。桌子上有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冷库的钥匙啊，哇，冷库的钥匙，那有没有不冷库的钥匙？是不是和和善的钥匙？这个社长就是专门出来搜刮黑白熊硬币的嘛。好，那么这个门啊，这边也打开了，先绕他一波啊，棒棒棒棒棒棒棒。社长，你功力怎么那么低？我都给你打上六枪，不行啊你啊啊！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就萎了可不行啊！哎，不能隔着打。这是这个引擎的一个弊端，绿草红草，绿草红草也可以合成吧。调和剂啊，我们现在身上有大量物品啊，无所畏惧了。再来矿泉水，矿里肯定社长能搜到东西啊，黑白熊硬币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这个房间里居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嘛。那我接着探索这一层，上锁了打不开，那他可能往这边走了，打不开打不开。旅馆 BEF 冷库钥匙，哦，我们去 BEF 吧，走。啊，我刚刚寻思应该是往回走啊，既然有一个冷库的钥匙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去冷库一下啊。我宁愿你冷库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啊，并不是那个冷库啊，哈哈，并不是那个冷库啊。来。我感觉冷库只是个补给点的感觉啊。你做的那场夜雨，你是我啊！别唱了，唱没完。好，草药棒棒。哦，这里不能隔一个，老是忘。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这种地方，社长搜索啊，什么也没有啊，但有硬币。什么也没有，但有硬币。什么也没有，但有硬币。哈哈，社长能刮一圈硬币，我靠！好，这里有个什么，有个什么培育机，我刚刚按太快了啊，差点没看见啊。有一个拿到了一个培养液，看是什么东西。培养液 ，B 细胞的培养液可以用来制造抗体。我们先还是把中国 boy 换回来啊，用了 bug 体质。这里面有一个巨型物品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耶，有巨型了啊，可以找到制作抗体的东西，还差一个血的样子，还差一个血样。注射器找不到啊，注射器在另外一组人，感觉不对劲儿啊。一般来说啊，含有病毒的血液应该是丧尸身上才有，这个非常奇怪。所有丧尸我们杀掉以后都会消失啊，那个消失竟是真的消失了，我以为是游戏的 bug 啊。哈哈哈哈，先这样办法找丧尸的血啊。中国 boy 不要立 flag， 我操，完了，马上我要碰到小女孩了。我们要逃回 boy 的房间啊，拜拜，快走，卡住了傻逼，哈哈，拜拜，抓到你了，操，这么快。哦，这把终于跑过来了，走起啊，关上门啊，小女孩进不来了啊，咱们被困在这里了。我从猫眼往下看，小女孩还在啊，只要等别人帮我们来解围了啊。
我们啊，他们指望着是我那一队去带血样来啊。我们现在有针管了，缺个血样啊。已经两个多小时前才开始大冒险啊，我们真走运啊，我们多睡了两个点啊。我记得咱们房间里有一只死了以后没有消失的丧尸啊，如果在地方什么找到了注射器，我有注射器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哦，我已经找到注射器了吗？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只要去我们的房间啊，去吸血就行了，是吧？去我们的房间吸个血，哎，要从这里绕回去，啊，好烦啊，好烦！这一路啊，怕是也不太平，也不一定，我们都清过怪了，不太平个毛啊！吸血过去啊，然后破解放胖子的阴谋，这一切绝壁都是他的阴谋啊！好，除了血样，走，在原路绕回去。嘿嘿嘿，小女孩吃我一刀，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啊！嗨，小姑娘，这不是那个小女孩吗？啊，来陪我玩吧！啊，我不太想陪你玩，我只想……你他妈居然用枪！我操！这就是你，这就是你逼我的了啊！还会瞬移。厉害了，小宝贝儿，放下枪啊，放下枪啊，赶紧使个物品，恢复全部 HP， 举起枪，彪彪，我居然听到了最终鬼出妹，哇，呀，再来，再来，看我水枪甩的怎么样，水枪。搞定，哈哈哈哈，为什么小女孩攻击时会瞬移呢？不知道啊。不过今天顺利，我们去鲍爷的房间吧。我们来了啊，你们都在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个 flag 居然让鲍爷说中了，分队和包子居然都来了。看来鲍爷的 flag 还是有正面效应的啊。门外有个小女孩啊，我们已经杀掉了啊。然后你们往德雷巴手机上发了个视频，我们知道位置了啊。他们没有发啊。哦，那是俯视角的，是监控，你知道吗？是监控监视器发过来的啊。嗯，血样带过来了，我可以合成抗体。好啊，合成，我们把三样东西合成，用我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物品组合的技能啊。血样啊，培养液，来啊，这两样就可以了啊。针管是抽血用而已。OK， 合成完了啊，现在准备注射，不要那么着急嘛。这个肯定是霓虹笑来了啊！重要是你们现在正还在我的掌握之中啊！你们就真的敢注射吗？明明是什么根据都没有的抗体，哎，你嘻嘻，注射完可能会死哟。好了啊，你们需要在这间屋子里面找到真相啊！当然，本次生化危机的真相，如果找不到，准备在这里送终吧啊！嗯，逆风笑就在我们手上，你他妈就是逆风笑好吧？啊，好啊，我们来寻找出真相啊。嗯，要进入逆转裁判系统了啊。社长又开始来了啊。对，社长是本次游戏的推理担当啊。啊，社长开始推理了，开始推理生化危机的真相啊。从这次生化危机出现共鸣，开始小女孩电锯大爷要出现各种人的紧密环境中一切，似乎有些熟悉，似乎有些近来出现某个作品比较相像，很像生化危机七。是吧？啊，作为守三联盟的智商担当，你没有参与的话，本次生化危机危案会很难解开啊！你不用引导啊，这个作品是生化危机七，哇，真的是这样的啊！生化危机七啊，当然生化危机七了，明确生化危机七。那么让我们来继续啊，在生化危机七有这样的桥段 ：Umbrella 公司利用小女孩伊芙琳作为容器啊。将携带的病毒散播出去，所以这次小女孩说不定有相似的目的啊。在我们发现小女孩的时候还没有丧尸，等我们打开 B1 电力的时候丧尸出现，就这段时间小女孩全部散播了病毒啊。所以根据如此多相似性，我们可以断定这一次生化危机就是安布雷亚公司制造的啊。扯淡啊，是不是？并不是游戏里有安布雷亚公司就说明是虚构的，因为在某个地方存在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公司啊。我可有证据的哦，证明安布雷亚公司啊跟本次的事件有关。怎么又是我？你妹啊，
这次生化危机和生化危机有相点这么多，严重怀疑这是一次模仿犯罪，所以肯定是有证据的啊。证据就是这个嘛，我们之前拿到的 USS 队员名牌就是这个。我在走廊找到了安布雷拉安全部队的名牌，真相肯定就是个密室逃脱游戏而已，那社长像个真的似的，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里面的这个核心问题了好吗？他都没看出来。有了这个东西啊，可以证明安布雷拉公司内了，他可能只是个 cosplay 的道具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安布雷拉制造了生化危机此类的，我们离事情的真相还挺远，而且刚才那个神秘人是玩黑幕，还是不知道身份啊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嗨，也不信言，我觉得我知道这一次的幕后黑手是谁啊，就是这个 Windgreen， 一切准备就绪啊。最重要的是从对讲机里传来一句 Windgreen 一切准备就绪， Windgreen 就是风和笑的组合，那么这次幕后黑手当然就是逆风笑啦，所以黑手就是方胖子。天哪，没有想到啊，包子抽风说的证据都是属实的吧？的确都是真的，而且发现最近逆风笑形容诡异啊，老实说得到结果也不算奇怪啊。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吧，这次生化危机的真相明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。我始终认为真相只是这是一场游戏，密室逃脱的游戏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真的生化危机啊。你脑子抽风了吧？你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本事啊，让我发表我的观点吧。哇，大 flag 嘴要开始发表观点了。柠檬教不可能是幕后黑手啊，我怀疑他是帮凶啊，他是被绑架，一个被绑架的人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其实柠檬教怎样知道并排了一个和生物有关的不认识，根本不可能。而且柠檬教为什么制造危机呢？如果杀掉我们的话，早和大把机会不是吗？所以综上所述，柠檬教不可能是幕后黑手啊，我们应该要反驳他了啊，应该要反驳他了啊。哎呀，你还知道个疑罪从无啊，来，我们可以进行这个，我们可以针对每一句话按 A 键进行威慑啊，按 S 键进行反驳啊。哎呀，果然是逆转裁判啊，来吧屁股受死吧，来威慑啊。我知道你跟方胖子的关系好，不应该因为这种良好三观就说明不是黑手啊，你也不能因为我和这个他的关系好所以说我要被我捅刀子吧，关我屁事是吧？他是被绑架的，那个不一定，你怎么知道他被绑架的？你有没有看到啊，啊，犯罪者利用人同情心假装当被害的情况也是挺多的呢啊。你这么说似乎也没有啥根据吧，这个的确没有什么根据啊。我们来继续问啊，他连一个和生物有相关的人都不认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啊。我觉得这种概率也不是零吧，柠檬笑笑社交能力还是有的，认识一个生物相关人应该挺容易的吧。话又是你的指纹那人到底是谁吗？好吧，指证这人是谁呢？我们回到上一句啊，他确实认识个和生物相关的人，就是跟他一块去参赛的，这个叫辉月的人，上海读生物学专业的女大学生，就是他啊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有听过我的 BGM 吧？我听听，伴随这个证据，让你们听一下我的 BGM。我在逆风笑的时候遇到了，我们在逆风笑家的人曾经遇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辉月，他是逆风笑节目中的搭档，但同时他是生物系的学生啊。这能忘记吗？总之已经可以证明逆风笑就是黑幕啊，还不能证明呢啊，怎么了啊？你们刚才推理我很幸福的，不过你刚才反驳中国 boy 的话也只能糊弄他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智商高是糊弄不了的。辉月是学生物的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而已，如果一个生物系的女生就可以搞出生化危机，那么我想有多少少人都搞不完。所以说这次事件的真相并不是生化危机嘛啊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，没话说了吧。哎呀，木爷居然挑衅我的智商啊。有其他突破口啊，有其他突破口啊。看起来木爷学会逆风笑台词了吧，让我来缓和一下气氛啊。看现在遇到了困境，他当然没有能力制造了，他只是做了一个假的场景而已啊，当然不能。这在最终将遇到问题，那就是得到了一个确凿无误的结论，却缺少一些将我们所知道情报结合串联起来，缺少那个 key 啊，缺少那个 key 啊。常见的比如说是动机或者不在场证明一类的，当然这一次提到的作案能力也是一种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，我们只是被某一种神秘的东西束缚住了啊。那么让我们的思维习惯
那么就是我的思维习惯，因为我的大脑中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，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去逆转思维啊。虽然说逆风笑来对你，虽然说让逆风笑来对你说这句话更合适，但是鉴于他嫌疑人身份，这句话只有我来说了。可是到底如何逆转思维呢？看来你还是没有办法独立的探索出道路，我来引导你一下。你反驳报案所使用的人物是没有问题的，你的用法出现了小小的偏差啊。辉月作为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角色，肯定扮演某种角色，不过既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，就是说他顶多是一个穿引线的角色，我感觉依旧摸不到头脑，我早就摸到头脑了啊。你看到没有，他特别喜欢参加选秀节目，而所谓节目很多看起来非常有戏剧性，可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按照策划组策划的那种逢场作戏，所以说联系本次的生化危机出现了很多的疑点啊。这次的生化危机实际上是啊一场大型的室内真人秀，唉，除了我们一个这个人都没有啊，这个就是你们为了整我们啊，为了不是准备就绪，是节目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啊，这样的话谜题就解开了啊，还是说得通的啊。对，宁霄一直在搞我们这个王八犊子呀，怎么事儿？不是，我发现这场这个推理有问题啊，怎么感觉这所有人站起来轮我一个人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说我说的不对吗？歪歪，你从推理开始就没有上线过，靠脑子的活动你就不要来凑热闹了。还有，我觉得你这番话也就中国报的智障才能信了，中国报好受伤啊，是吧？丧尸电影里面的丧尸都是人来演的，这一路以来丧尸也不算少了。到底要怎样才能搞这么一些人力物力来搞生化危机呢？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消失的丧尸，每次杀掉丧尸以后丧尸不会留下来，而其实会消失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每一个奇怪，有一个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打过的丧尸都会在杀死以后消失啊。这就是这一次生化危机真人秀的最好证据。一般来说丧尸死亡后会留在原地，这次居然消失了。这些丧尸根本就不是真实的，而是利用全息投影的方法设置的。全息投影没这么逼真吧，现在的科技，这怎么可能？所谓对我们造成的伤害，我想应该是如同我们从某个科幻小说里看到的，能够对人进行麻醉的光线，正是因为和丧尸接触，我们才会被麻醉光线照射，最终导致昏迷，就和死亡了一样。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，如果他们打开了旅馆的电力，丧尸就出现了，一切就讲得更通了。正是因为牧野打开了电力，由电力驱动了投影丧尸才可以开始运作啊！真相居然是这样，我居然被骗了。看起来大家是没有什么意见了，的确是没有什么反驳，只是觉得逆风笑有点恶趣味，那么可以向那个神秘人汇报了啊！宝死你又来，真的是合起伙来轮我一个人啊！你还要怎么样呢？嗯，是真的，他肯定想说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包子肯定是想说倒在我们房间里的那个丧尸，知道吗？你看他肯定是要这么说的啊，搞事啊。毫无疑问就是真的。你刚才说这里除了我没有活人，但是敌机区域出现了活人。首先在木爷恢复电力之前，他们在走廊上看到了小女孩，在电力恢复之前遇到的人不可能是投影吧？在咱们房间里不是看到了一个被丧尸杀掉的人吗？难道你想说那只是个演员？更何况如果是一次节目的话，一定是征得旅馆同意的。你们看到这个旅馆几乎是被毁的状态，这样旅馆损失太大，所以不会同意的。那么有两句话，一个是他说是我们屋子里的那个人啊，我们应该可以用尸体来反驳他。然后他说旅馆不可能会同意，我们可以用换过的门来指控他。我们根本就不在旅馆里面，我们是在睡着的时候被人搬到了其他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啊，哎呀，虽然看起来比 boy 靠谱的多啊，但我还是要弄掉你的啊。再存个道啊，讯问开始啊，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我们哪一句话呢？这句话是直接就可以干掉他的啊，就是这一句啊，一定要征得旅馆的同意啊。这个并不一定需要征得旅馆的同意，因为看看更换的房门啊，包子，看起来我还得感谢你，感谢我。如果不是在这里反驳，也许我就无法看清整个事件的全貌了。从刚刚你的发言中，我们发现一个惊天的事实，我们在这一个晚上被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啊。对的，因为门全部被换过了啊。昨天晚上我下来吃东西，回来的时候被有人用沾乙醚的手帕捂住了我的嘴啊。你为什么说我们不在原来的旅馆啊？当然是我们的门了。昨天晚上我记得清楚，我们的客房的门全是电子锁，
可是到了今天早晨，客房门已经全部变成了钥匙开启的机械锁。嗯，对的对的对的啊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昨天晚上我们吃，昨天晚上我们下来吃东西的时候，发现通往 BEF 的楼梯在旅馆东侧，西侧是一个电梯。当你们今天探索的时候，通往 BEF 楼梯出现在旅馆的西侧，而这两个事情就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被转移到了其他的旅馆，这样一来包子说的节目选址问题就不存在了啊。的确如此。好了，这一次生化危机的真相，哇，谁也反驳我啊。我们房间啊、哦，这句话是吧，他说我们房间有那个丧尸，我当然可以干掉你了啊。来，给你一点最后致命的一击，丧尸的皮肤啊，那个丧尸的皮肤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的皮肤，而更像是拍特摄片用的皮套啊。对，是个皮套演员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搞定了，推理完毕啊。真相啊，就是放炮。还有谁？傻逼来了啊！原谅侠出现了，我操！我们早就揭穿了，就是节目的整，就是你做的整人节目啊！我策划的节目真是笑死大牙了啊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播，怎么用的政府权利？就算是我想策划一个节目搞你们，也没有人听我的呀！看起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就让你看看吧，这最后的证物。抽风家中的文文日报记录了逆风笑获奖的新闻，奖品有10万人民币和策划一次节目的机会。看起来你是觉得我的 BGM 不够激情，那么就让你听听我这依旧热血的 BGM。 这份报纸上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，你参加那个选秀活动的奖励，除了奖金之外，还有策划一次节目的机会。这是居然还有这样的证据。好了，逆风笑就来解释清楚吧，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等一下，我难道说你不相信我了吗？虽然我很想相信你，但是一切的证据都已指向了你，真相只有一个。的确，关于这一点无法反驳，但是我有点告诉你，作为律师证据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对于委托人的信任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当你看到控方扑面而来的证据时，就会屈服。你又不是我的委托人，我信你干嘛？你真的认为我就是本次生化危机的黑幕吗？我怎么能相信他呢？对不对？你就是本次生化危机的黑幕，不相信你啊。发现什么问题了吗？我觉得并不是，在刚刚推理中，我们似乎只有一个决定性证据，而其他的不过是根据宁少爷黑幕这个情节所找到的状况证据。在所有证据中，哪个是决定证据吗？这个 Vinegary 准备就绪啊。嗯，没错，就是你找到的对讲机。一开始推理的时候，我觉得对讲机很可疑了。首先，这个对讲机根据你的描述说的是 Vinegary 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是整个节目似乎从未那个神秘的成员之前完全准备好，所以这不符合常理。其实这个对讲机真的会恰好在你找到他的时候，恰巧发出关于黑幕的名字吗？我觉得可能性太小了。然后他只让你和包子听到了，而你又喜欢用这样担当，一旦让你觉得去到无误，一定会影响本次讨论的走向。所以判定这个对讲机不过是伪造的证据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错误的引导这一次推理方向，让大家觉得逆风笑黑幕这个虚假真相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居然被骗了。那么逆风笑，我相信你。我好感动啊！来批阅交易吧，啊。也许还是有哦，我们怎么样能推出真正的黑幕？还是有办法的啊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谁是凶手吗？别看我一副宅女的样子，我可是马上要拿到博士学位的。你都快博士肄业了好吗？就在我和杨小木刚连环线时，我捡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从小女孩身上掉出来的。你这就不属于本格推理了好吗？你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在我的面前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进行所有推理前，证据应该摊开在面前啊。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学生证啊，上海理工学院。因为捡到的时候太黑了，没有看清楚。不过刚才我思考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自己捡到这个重要的东西啊。那么这个学生证是辉月的吧？因为辉月明确说过他是 SIT 的学生哦。对，那次活动获奖也有他，所以他也有策划一次节目的权利嘛。姓名语录，操你大爷，原来是作者，我靠！啊，当然就是《首先不上飞机》的作者了。这个剧情太恶俗了，是吧？作者把所有的疑点都引到了逆风笑的身上啊！但他是作者嘛，作者之于作品就是这个作品世界的神呢。哎呀，规则都是他定的，没得玩。真是没想到你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。谁呀？快看房间角落的屏幕上啊！
把自己画得这么帅真的好吗？啊，这不是王马小吉的例会吗？啊，又是这个例会，说谎难道说没错？正确，这一次生化危机全部都是谎言哟，谎言就意味着虚假啊。这次的生化危机无论丧尸、小女孩、旅馆，证据都是虚假的。欢迎华友，你们经历一次假的生化危机啊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？你没有看到体验版的三个字吗？这只让你们体验一下，真正生化危机早就结束了，早就就不是没开始吗？是吗？在逃脱篇里日期是2016年，这个体验版里日期变成了2017年，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，但我以为他只是做了一个平行版本啊。你们的生化危机早就结束了呢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知道这次生化危机？当然是为了考验你们的友情啊。完了，我跟逆风教的友情裂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跟方胖子友情已经裂掉了啊。因为在未来的到来的正式版里，你们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，同伴们怀疑蜀山联盟因此分裂，那一次的考验远比这一次更加困难，到底能不能通过那次考验，我很期待呢啊。我已经让你看到我们联盟的团结和信任，没错，我们之间怎么会产生怀疑和猜忌呢？我们联盟才不会在冒险中出现裂痕啊！哦，开始这个煽情了啊，开始煽情了。嗯，你他妈又来了，我靠，又在说谎啊！你看，丁木教果然还是幕后黑手吧。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4月1日。对的，我们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3月31号嘛，所以今天是4月1号啊。祝你们愚人节快乐，节目已经全部结束了啊，你们在这里玩的开心哟，敬请期待那个真相更加扑朔迷离，剧情更加精彩刺激的正式版，今天的下半年应该可以大家见面的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那么我们到时候再见吧。啊，又到了这个通关室啊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二周目了吧，对不对？哟，这里真的要进，可以进二周目。那么咱们这一次的体验版呢，流程就全部结束了啊。这个《蜀山联盟：生化危机》正式版的真相篇啊，还要接着等，还要等到今年的下半年，咱们到时候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